你去别手机，对，你去拍啥拍嘛，你拍。雪梅，你在忙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在做操呢，下来了，好久没有上来了。是不是想我了呀？你又在滑山，又开玩笑，来，快坐。好的，我带了一些水果，你拿去放着吧。哎，你每次上来不是买东西，就是送礼物，不好意思。你又跟我客气了，我又没有带什么来的，这意思意思一下。哎，雪梅，大哥和阿姨没有在家吗？妈妈上去了，哥还没回来呢。哎。好的，好的，收工。雪梅怎么了？我哥回来，好像没回来。好，你走开，你不要跟你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先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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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那今天遇到一个无赖，我从镇上把他送到这个地方，明明说好了车费给我100块钱，他说现在只给我50，还想打我的样子，还想欺负我的，哦、无法无天了。这个人，我帮他，真的是无法无天了。我帮他给，我不给他，大哥不要不要激动。你帮他给，那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吗？拿去拿去。那你拿了给我呀。拿去拿去。这什么人呀？今天遇到这种人，我真的是倒霉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哥，对不起。雪梅，雪梅，不要吵了，我已经处理过了，车费我已经给了。啊，你就给我的吗？谢谢你了。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哎，再问的什么？妈，你我都处理过了，这样子吧。哎，不是嘛，再什么这个？你这个在做啥嘛？哎，大哥你好。哎，你那天不是在街上跑去撞那个的？那天是误会，大哥。是啊，说对不起，我受不了，想去看那个。你去别手机，你去拍啥子拍嘛，你拍。没事没事，来雪梅，我帮你一起捡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雪梅，你这不能吃了，明天我再给你们买。你哥哥是不是不太欢迎我呀、啊？要不我走了吧。没有，我哥有时候脾气不好，性格怪，但是他没有怪性，这样走的话会不会不舒服？嗯，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坐。可以吃了吗？对呀。哇，这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！啊，吃个鸡肉，你尝一下。好，你刚才不怎么吃呀？在昨天不买的呀。啊。哇，雪梅，你做的饭也太好吃了吧！啊，好吃你就多吃。先不用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用的。现在敢不敢酒了？大哥，我不喝酒了，谢谢。来，小伙子，抽烟。谢谢大哥，我不抽烟的。雪梅，你哥哥是不是不太欢迎我呀？是的，老王，你怎么这样想的？哦，那就好。老王，你去找大哥去做。哎，雪梅，我先不做了，今天谢谢你的招待，饭也吃好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老王，你今天就不要回去了吧，在这里玩吧。我表妹他们要回来了，你叫我们一起去他们那里玩。不去了吧，我也不认识你的表妹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
思的呀，你不就认识我吗？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他们那里玩，我带你体验一下我们彝族的一些生活习惯。对了，你不是喜欢拍照吗？到时候他们还要穿彝族服装跳舞呢，你也可以帮他们拍点照片呀。那好吧，那也太好了。好，那行，你先坐着，我把这个扫了，然后我们一起上去。好的。哎，阿贝，等一下，我先去等一下。哎，小的同没来，我爸的一起吗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挡到你的路了，能是我进路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哎，小妹，你这个是拿去做什么的呀？就是拿回去做那个背框的收坑。哦，你这是要拉到下面去吗？对，就是上面那个坑子里面的。要不我帮你拉下去吧？不是，不用了，这个太麻烦了。不会，这个不好说。没事，我开始批发，反正都是顺路，也算是举手之劳。那个路也不远了。这里你们的村子还有一段路呢，你自己一个人拉的话太辛苦了。没事，你听我的，走走走。那嗯，麻烦你了，大哥。不会不会。哎，阿飞，帮我下来抬一下。对，大哥，你是上来做什么的呀？哦，我拉点材料下去，材料来。来，那我们靠着抬上去吧。麻烦你了，大哥。不会。小心点啊！没有。哎，小妹，你这是干嘛？没事，我坐边。不要不要，坐下面太危险了，你下来下来。没事没事，坐前面坐前面。太脏了。没事没事，坐前面。那行吧，麻烦你了，大哥。没有。哎，阿飞，小心点。哎，小妹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小妹，要不你们上去坐一会儿，吃饭再走吗？不不不，我们下面还有点急事。那行吧，以后常来玩。嗯，我家就在那里。好，现在你也知道了。嗯，有时间我就过来找你。哎，对了，小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琼墨阿甘墨。啊？琼墨阿甘墨，这个名字是不是很难记？是。嗯。对，我也觉得你就反正你随便叫我一个小名就可以了。那我叫你小妹吧。那也行。那我就先走了。那行吧，那谢谢你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算是举手之劳。好，你看，你想一年，你会宁愿。动了我心弦，遥知天上缺爱意热情切，根根星河掩天宫落座